登上世外天了，终于转阴了，好开心呀！Hello，大家好，看我手上拿的啥？抗原试盒，这东西真的现在是很难很难买到啊，好不容易抢着了。然后刚才我去给俺爸妈，然后还有小妮、小宝他几个测了，都已经全部转阴了。哎呀，真是个大好消息啊！俺家现在剩阴分院俺俩没有测了，我是最先没有症状的，就那一天，然后阴分院是最严重的。俺就剩俺俩了，现在我要去找他，找他看看俺俩啥结果。如果俺俩再一好喽，俺家都已经，哎，这一次都已经扛过去了，都赶紧得全面给家里消杀，然后消毒、擦，赶紧弄，就要去找他。你们员，来下来，给点暖了。来来下来。咱那天买了那个大那个炉子给点了不是？啥暖炉啊？烧火的那个。你先下来呗。来。来，剩咱俩了。啥呀？烟你弄多少的？快点儿，他们都测过了，就剩咱俩了，赶紧测吧。他们咋样？都已经全部转阴了。你会测不呀？狐狸身，一到1.5厘米。我申领完了这一个的。俩鼻孔眼都在掏掏。30秒差不多了吧？奶奶也给这激励。好，差不多了。目前看来是阴，不过还得搁这儿静置一会儿，我想是停几分钟。现在是1缸，得停几分钟。停几分钟呗，给我这个先搁一边，然后给你测。你咋了？可阳，好了吧？5圈儿。啊，转了15圈。第二条杠没有要显示的意思，应该都差不多了。你呢？那是我了，我这道肯定也另外一道一点点都没有，显示的意思。你呢？还得再等会儿。已经过了10分钟了，还是一条杠。C 这儿一条杠，都说明已经转阴了。走，开始消杀。哎呀，等了十来天了，终于转阴了，好开心呀！这接下来下一步工作就是给家里该洗了洗，该晒了晒，该消杀了消杀，都得赶紧弄。这我给床上的四件套啊啥全部拆下来洗洗洗洗，然后给这被子啥晒晒，趁今天是个好天儿。妈姨，还有妹妹，还有妹妹，爷爷，还有妹妹。我也看了，是基本上人家说就是基本上1个星期7、8天左右差不多都好了，因为现在俺家也没有症状好些天了，好几天了。搁这地也都用那含氯的消毒液搁这拖拖拖拖，再用清水拖两遍，然后像这门把手啊啥用75%的酒精擦擦，给身上的衣服床上的那衣物啥东西用热水给它浸泡药一洗都可以了。因为这个病毒它只在就是冷的条件下存活，在就是65度以上吧，这高温，然后它都给它杀死了，都没有了。所以说现在咱俩分工明确，我去给这床上的东西，还有你给你衣裳都换换，我都换罢了里里外外，我去给这拆拆洗洗，然后你去拖拖地，好吧？好。这是八四，烧不着呢。哎呀，抹多少水这里头了？俺家这个病毒算是全部都扛过去了。实际这个病毒真的是也没有那么可怕，也就是那几天。然后，就是身体会有点难受，扛过那几天，扛过去，一切都没有事了。所以说，朋友们就是都扛过去了，都没有事了，一定要记得给家里就是开窗通风，然后消毒，然后该擦了擦，该弄了弄。